安静地等待着鱼儿上钩，期盼着今天的收获多多。钓鱼的乐趣不必多说，只有钓。夏日彩色心情向你一点点靠近，带着满满的憧憬。你吹动彩虹风车是那么轻，想轻轻吻在我眼睛。夏日彩色心情向你一点点靠近，带着满满的憧憬。总能开启新的好心情，用心动来变成浪漫旅途。慌慌张张，匆匆忙忙，为何生活总是这样？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？不卑不亢，不慌不忙，也许生活应该这样。难道说60岁以后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？依然顽固地相信他的本分，迷失在那些高楼大厦，每天幻想着可望不可及的家。太多人为了梦想挣扎，太多事要学会着自己消化。谁才是你心中的白马？谁又扮演着谁的